片仓重长和真田幸村的较量很快就会画下句点，最后的结果也已经在历史留下。但我和雅馨的旅行才刚要开始。为什么不再去一次东京啊？来到宫城藏王的第二天，这是雅馨第三次问我这个问题。原来在我还没有注意的时候，你已经慢慢长这么大了。嗨，青儿你好。 Hello， 青儿你好。看路，你有了自己的想法，也有了自己的喜好。很舒服吗？当然还有我不理解的生活方式。哎，不是跟你说要先拍照的吗？这样就被你破坏了啦。有什么关系？大家不是要喝掉？你也无趣啊。朋友都知道我要来，当然要拍好看一点啊。我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了解你。马达米基米基。或许我们只是用不一样的方式看事情，这样想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你的世界。清酒是什么味道？闻起来香香的，喝起来有点烈，有点像是我们的小米酒。那等一下可以买来喝喝看吗？拜托啦！因为年纪的关系，我拒绝你了。这种失望的表情我以前也有过，我也是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拒绝自己的孩子比什么事都难。你不进来吃完吗？哦，我饱了，我想先把今天的照片上传。其实旅行和日常生活没有差别，这样的状况几乎天天上演，我们只是换个地方而已。旅行放大我们的感受，让我们像个小孩子，重新接触和认识新的人、新的事物。旅行也是关于发现，发现一个新的地方，发现人的温暖。我们的不同。白石藏王，当初听到这个名字啊，只知道是一个离东京不远的地方，这样的选择是还蛮新鲜的，只是我不确定你是不是也会喜欢。いらっしゃい。はい。一人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ああ、いえ、お母さんと。ああ、お母さんと。家族と一緒に旅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幸せなことですね。そうですね。
今日はどうぞゆっくり過ごしてください。はい、そうです。じゃあ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消化のいい胃腸に優しい麺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はい、それで、胃腸の悪いこと在网路上看到我卡玛觉得很美也没多想就来藏王了现在亲眼见到是看再多照片都比不上的平静有时候我们的想象反而局限了自己你辛苦啦，这个送给你。我希望你可以多对自己好一点。你要健健康康的，这样我们才可以再来藏王找你。昔ある人が胃を悪くした父に、この麺を作って食べさせたところ、胃の病気が治りました。温かい思いやりのある心をたたえこの麺はウー麺と名付けられました。对于不熟悉的事情我们总是以为离自己很遥远不过只要我们都愿意尝试踏出第一步我们的距离一定可以更靠近即使追求的生活样貌不同但我们都期待的美好已经不远了